C'est l'amour, 噔噔噔噔 ，C'est l'amour， 还没有断呢，真的还没很久，很尴尬。乌撒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我不是要买这个 pose 吗？那你先摆，不然断。你先摆，来噔噔噔噔噔噔，定我，你讲。你要代替嫦娥来惩罚我。替月亮来惩罚。谢谢嫦娥，谢谢嫦娥。老婆，请准备好要抽一番赏的心情。我已经准备一个月了。美少女战士，来让大家看一下，这次的商品在这边。我的目标，对，这是 A 赏哦。老婆，这次有没有想要最后赏？因为一番赏它有一个叫最后赏。其实我主要想要露娜王。哦，你要露娜，露娜是 A 耶。对，我的目标是她。今天我给你二十抽，看能不能抽到她。我也不用全包，但是我要抽到露娜为止。所以你没有要最后赏，对不对？最后赏是一个镜子。因为镜子，我之前在日本有买过类似的美少女战士的镜子，我就觉得。我今天把重心放在那边，因为全抽六十几，抽真蛮多。各位，全抽六十六，有点熊。我今天的银蛋没那么多，就跟我们海贼王一样，我二十，你二十。但是前提是二十有 A 项，如果没有抽到 A 项，我们就很难过了，我们就会说，哎，老婆，那我们这次运气不好，所以我会再补到你抽到为止，会抽到为止。那我们准备了，准备好了哈。好了，老婆，我们走。来，好美啊！哪一个？看到了，来，我看一下目标。哦，老婆 ，A 赏、B 赏，化妆镜也可以啊。这个很大哎，这大。这很大哦。C 是披肩 ，B 是。它看起来是小方巾。然后 E 是钥匙圈。超美的。然后最后赏是这个镜子。哦，还有 F 是画。F 资料夹。哦，你好厉害哦，真的很专家你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很多人贴给我，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准备好了，一样。到了，终于，好久。你要老公帮你分吗？一起吗？所以十个吗？我也十个吗？还是那一样？你想怎么拿？我先，这次换我先。好，这次换你先。那我要粉红色带上。好了，我好了。挑好了吗？换你啊！啊，你看，压力很大。出矿的人手上拿这么少女的东西。哎，我怎么算？我靠！我你在干嘛？我的东西你就不这么重视？没有。你刚刚那个态度是用啥的？因为我自己，我好紧张哦。如果我第一张就 A， 会不会就没得玩了？可以啊，我非常乐意啊。每十张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哇，你好专业哦，好重量级的美少女战士。我先喽。你先好。哎，要一人一张吗？跟上次一样哦，一人一张，好啊！哇，好紧张哦！哎，它这个很可爱，它这个是配色很棒，很粉啊，很适合你。来，哦，第一赏，第一赏，第一赏是什么？第一赏是小方巾，小方巾，对，越来越糟。哎呦 ，C C C， 有，中，渐入佳境，哦。太屌了！为什么我觉得美少女战士你很敷衍？啊，太屌了！好，换你。拿好。OK， 不要做太多无谓的动作。这是我的第一张。哎，你反了吗？你好美少女啊！用逼！你说美少女战士手机比海贼王好哎？谢谢。你的谢谢超无感的，你看换抖音，谢谢。嘿，今天会不会最大就长这样子啊？不会啊，我用一个那个。哇，你方巾哎，一个有在加一个带出去外带。哇，你这样不怕冷了？再四张 A 一定在里面。哎，不要，墨菲定律，心如止水，读心晶片，这样子他才可以再多花钱，然后继续抽下去。A 就在里面。D 哦，一哇，没有刚好 A，O 不 OK 啊 ？OK 啦，哦 ，OK 啦 ，My God， 再继续抽个十张吧。看来这样子 A 可能就在你那了。好啦，方巾 again， 我可以一直擦汗。
这才是正常抽一番赏。我们上次那真的是运气都被用光啦。哇，又一个 B， 哎，不错啊，一个放家里，一个带去外面。啊，现在我们一人各一张在手上。要不要交换？不要，我相信我自己到最后，相信他就是 A 了。你不看，我帮你看，睡哦。啊，你那么冷淡哦，睡哦。A 啦，不要再花钱了。好，我不看了。好，我来看。所以我们互换也没差啊。好，好啦，冷笑一下。那实抽啦，实抽如果再没抽到就没办法了，要继续实抽下去哦。我们是实抽实抽一个单位。你心里有三四祈祷吗？我希望你可以抽到。那我们就一样，先开四张，最后一张。好，有点痛。不痛不痛。上次我，上次第一张。哎呀哎呀咿呀咿呀，五 A A 五五，哎啦哦哦哦 ，F F 五，干公里哦，咿啦 ，A 啦 A 啦，喂娘娘，好啦，想必 A 就是在你手上了，换我喽，当老婆，当老婆，你用一种轻浮的态度是不会抽到的，好，就是这张了 ，F 啦 F 啦，要不要换？你要换啊，那张也不换。啦啊！耶，不用再花了，三十花，三十八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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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啦，行啦，随便开，随便开啊，随便开。哎呀，都流汗了，要花多少钱啦？您老了耶，您。我拿到我要的了，谢谢老公。最后一个，好，来换你开最后一个。A 啦 ，A A。你还要一只啊？两只左拥右抱啊。Oh my god！好，我今天就F 王。他们有没有开心？我觉得都中了就很开心啊，我都每个都有啦。好，来结算一下，我来排一下。换 A 啦！很喜欢哦。它是一比一比例的嘛，感觉 Luna 就是要这样。希望他哪一天白天开眼告诉我，就是美少女战士。他开眼告诉你，开心，有开心就好。好，真的好了，不要再喘了，我带婷婷来抽了，不要再喘了哦，影片会上，抽了。对，我帮你来一个鳌拜，这边有个胡子。嘿，大人，你想要美少女战士吗？我给你两个，我全部都要。哎，全都要，很好。来拿到謝謝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老婆准备开礼物啊，来。第二次一番赏。抽到什么？它是金王星、海王星的一对，就先这样吧。我要月光仙子，拜托月光仙子。哦，这谁？水星，不错不错，可爱的女二哦。好，再来，又抽。哦，中了。好可爱哦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哎，我觉得它很好哎，它是它一包有两片哎，粉红色的。快了，得啦。比武，好，有中，好，接下来随便开，开第二个奖啦，第一个，哈，婷婷第一个开到姐姐，这个金星啦，啊，金星 ，OK， 好，再来，啊，土星，哪里？火星是铁牛爱的，铁牛一直跟我说他最喜欢火星的，哎呦，我误会他了啦。这是小兔妹妹吗？小兔，这是、那個、哦，小兔，这个账是我的。我这我贴图啦，你不用撕开，好，你要撕开是好来、這個、来，粉丝福利，粉丝福利，这个账是这个。哦，好，红宝，好，到了送礼时间啦，你手上抓什么啊？这个是我要送给大家的小兔妹妹。一个是形象照，一个是剧照，算剧照，跟海王送一对啦。我还要送钥匙圈，我送金星、火星、火星，还有跟我很有缘的天王星、天王海王。好，哎，老公问一下，那这个嘞？这个是，这要不要送啊？啊，上次你把我的那个七龙珠送出去，现在是不是你要送一个、啊？有重复抽到我都会想送，大家一起喜欢美少女战士。这个镜子真的很美，它是 B 赏，对，老公抽到的，很美哦。这个镜子，然后后面它是透明的，后面就是哥哥仙子，我会送
一个，然后再来是送一个跟我现在平一样，没有拆直接送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很开心，最开心的是它，哎、欸，它质感很好哎、欸，而且它是1:1的大小，这么开心，那今天结尾就交给你了。好啊，用美少女战士的感觉，我不会。对。セーラームーン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セーラームーン就请你赶快来看好几遍。好厉害哦！セーラームーン，快订阅我们セーラームーン，按起铃铛セーラームーン。好可怕。YouTube 下面留言，喜欢美少女战士的可以来抽奖。有没有什么条件吗？有，我喜欢美少女战士好了。好，为什么喜欢美少女战士？还是我喜欢美少女战士？就喜欢就 OK 了。你真的很佛哎、欸！我以为他说我很废，那个你真的很废哎、欸！我想说哇，好，各位拜拜，妞。边，右边，翻。哦。